像昨天有 PO 跟多惠一起去逛夜市的影片，很多网友就说为什么市长可以，那这个影片夫人看过？有，他有看到，所以我一定会找时间带我太太还有小朋友到南机场夜市去品尝美食，所以也非常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国内外的观光客都可以到台北市包含南机场夜市在内的各个商圈、夜市来打打牙祭，参与我们产业局商业处所规划的活动。这样还是要问一下金华前，因为这个许淑华议员就有质疑说柯师傅跟他们签的这个协议书好像有放水，是可以先盖再履约，那现在会再来重新检视整个协议书吗？金华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我们会配合检方的侦办，那也希望尽快的理清事实，还原真相。我们一定是依法办理，所以起诉经法院判刑确定之后，我们就会依法来停工。所以我们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事实到哪就会处理到哪，我们也会依法来办理。像刚刚有提到那个协议书啊，然后协议书那边都发局是说是那时候物质日期，可是可以将物质就带过吗？未来会就是后续再做相关处置？所以我们会配合检方的侦办，那案件进入司法阶段，我们就是全力配合，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理清事实，勿枉勿纵。像在国庆晚会的这个索票资讯啊，到底什么时候会公布呢？明天我们下午会有一场记者会，跟立法院一起来向对外说明我们这一次国庆晚会索票的相关方式。这几年这个黎巴嫩爆炸的 BBQ 大家说是台湾做的，那就有人说是 BAC 公司授权贴牌，它的位置就在台北的内湖区。那这个市长有去了解状况吗？会不会请警方去访查？那大家担心这个台湾跟恐怖攻击有挂钩？警察局有跟我回报，他们现在也正在配合警方的指挥侦办。好，那我想我们就会全力配合。朝野在那边讨论2758决议文，那这个因为AIT 的前理事主席卜瑞哲，其他说民进党政府必须要表明这个不会追求法理台、法理独立，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一贯的立场都是反对台独，而且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跟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